学协会、机械专会、真庭店、真明月、台湾市中高城市大学研究协会、莲子记，请尽快到警务局协助。他的对手是台南吗？对，台南的。大会报告，请中警帮选手，你的手机在连组。开始。中警帮，你的手机在连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大会手册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请尽快到连组舞台上方来领取。请。报告，警务组报告，13世太极拳男子青年组开始。场地。国际西宁太极学会林品浩，社团法人台南市府城华国五级之系太极协会严志祥，宜兰县太极拳协会北港支会林勤伟，请到检录组检录。台中市太极拳协会陈家荣，请您进入到典礼组。我报告，检录组报告，37世太极拳女子转名组之一，第一场地，台中市太极拳协会陈慧珍，请到检录组检录。检录组报告，检录组报告。其他杨氏太极拳男子松年组，居场地，桃园市顺林太极拳协会龚新杰、邱信杰，请进入到检录组检录。大会报告，请高雄市太极拳协会李文会魏玉平，请高雄市太极拳协会李文会魏玉平。请您进入到舞台后方集合。哎呦啊！点入组。